什么是绿道？一条带你走向远方、充满绿意、远离汽机车压迫的蜿蜒路径。一条伴着水圳、沿着铁道、富含在地特色的历史路径。走在山脊，踏浪而行，美丽的绿道满足了你我走出户外、亲近自然的心灵渴望。近半个世纪以来，许多国家和城市透过绿道网络的建构，提供民众优质的户外生活空间，更借着连接城市绿地、河川与山脊天然蓝道，或是山径、古径、自行车道等等限行空间，改善城乡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栖地破碎和环境问题。如今，台湾也来到了所有已开发国家都曾经面临的关键时刻，如何既能满足自身需求，又能兼顾社会文化、自然环境的永续发展。于是有一群人，他们迈开大步，并肩同行，透过走路、脚踏实地的力量，凝聚起在地守护的力量，甚至于挽起袖子、弯下身，一寸一寸地修补、缝合人与盖亚母亲之间的断裂。什么是绿道？小小的台湾宝岛，有平原、丘陵、台地、纵谷、高山，有各具特色的村落，包括客家庄和原住民聚落。透过绿道的串联，建立起土地认同感，也创造与土地更亲密的生活体验。有一天，你可以从家门口出发，徐徐步行或骑单车进入绿道，就会进入美丽的环圈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绿道网路需要政府、民间和你我的齐心努力。期待绿道上与你相会同行。